好きや、千早。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欢迎收看《来呀官人》，我是娘们小小。最近可能是恐怖电影讲多了，晚上睡觉总能听到王博敲我的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温馨治愈励志系校园电影，来舒缓一下来自王婆的阴影。这部电影就是《花牌情缘结》。在日本有一种游戏叫花牌，对于只会玩斗地主的小小来说，电影看完都没太看明白这个花牌到底是怎么玩的，大概就是两个人玩的游戏，每人面前会放上同等数量的牌，牌上会写一些诗词，当裁判唱出诗词时，第一个抢到那张牌的人就可以把自己阵营里的牌放到敌方阵营，直到自己的牌全部打出去就算获胜。游戏规则应该就是这样吧。这游戏主要讲的是反应速度和手速，男子赛的全国总冠军叫鸣人，女子赛的冠军叫女王。因为这是日本独有的游戏比赛，换句话来讲，得了日本冠军那就是全世界第一了。这天刚好是日本花牌的总决赛，老周又毫不意外地再次击败了对手老王，获得了勇士鸣人的称号。这奖项就相当于电影界的终身成就奖，就是屌炸天的那种。而若兰也毫无悬念的成功三连冠。比赛结束时，一群记者围着老周问，请问您成为有史以来第五位勇士鸣人的人有什么感想吗？老周面无表情地说，左手玩右手，右手当做女朋友，没啥子感觉，你上嘴唇碰了下嘴唇有感觉吗？这时新一冲了过来，大声地说，等着我，我明年一定会打败你，替我师父老王报仇。老周不屑地说，跟我比手速，哥们儿单身这么多年还没怕过谁。而另一边，悠悠也向女王若兰发起了挑战，说明年一定要打败她。人群散去，新一突然对悠悠表了白，小姨妈我宣你。悠悠一听咔哧愣住了，然后咣当倒在了地上。这时关谷赶来，看到悠悠和新一莫名其妙的样子，关谷心中满是疑惑。关谷、悠悠还有新一三人是打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有事没事就腻歪在一起玩花牌。关谷和悠悠是同校同班，同时还是他们学校花牌社团的社长，新一则是在另一个高中读书。如果算起来，新一还跟关谷、悠悠是花牌比赛的竞争对手。不过就关谷看两个人的表情和眼神来看，关谷应该也是喜欢这悠悠的。新学期开学了，悠悠的花牌社如果今年再招不来新人，就要面临关门的危险。于是他跟关谷两个人在迎新活动上奋力纳新，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学弟学妹看到这些颜值爆表的学长学姐都不淡定了。活动一结束就来到了花牌社，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新人，悠悠和社团成员都很开心。他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花牌跟斗地主差不多，不管牌面怎么样，气势不能输，看到地主就去抢，能翻几倍就翻几倍。一看你们都是撸铁多年的单身狗，手速一定都不差，来我跟你们演示一下啊，有谁愿意跟我上来切磋一下的吗？话音刚落就上来一个学弟，悠悠本以为学弟是个新手，就神态轻盈的开始了，没想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学弟唰的一下就把目标花牌给抢到了。学弟看着悠悠微微一笑，用舌头舔了舔嘴角，这下是真惹到悠悠了。悠悠撸起鬓角的头发，嘿哈嘿哈嘿哈，只见悠悠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呱呱叫之势打得学弟措手不及，一旁观战的学弟学妹们都惊呆了，打个牌这么玩命吗？因为面临着高考压力，关谷从花牌社出来后就一个人来到学校的自习室看书。这时新一发来信息跟关谷聊起了花牌的事，新一说真羡慕关谷可以天天跟悠悠在一起。关谷愣了一会儿，然后问新一，你在明日老周比赛的时候跟悠悠说了什么啊？信息编辑好后他又犹豫了，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去。新一在自己的学校也开始组建花牌社了，可老师说必须要凑够五个人才能成立社团，然后老师又提醒他说，你既然要成立花牌社，是不是应该叫上栀子啊？于是新一就找到了栀子。说起栀子，那也是一个狠角色，他就是电影一开始跟女王若兰花牌决赛的人。因为输给了若兰，栀子在天台不停地写着自荐书，以此不断地提醒自己曾经的失败。新一邀请栀子参加自己的花牌社，栀子却说，可以啊，但我要做你的女朋友。面对如此直白的妹子，新一呵呵一笑，别闹，哥有喜欢的人了。最终新一还是凑齐了五个人，成立了属于他们学校的花牌社。
回到悠悠这边，因为之前跟学弟切磋的时候动过太过彪悍，所以把所有的学弟学妹都吓跑了，只有那学弟留了下来。悠悠很痛苦，如果再招不来新人，明年画班社就真的关门了。他抱住关谷的腿大声地哭着，谷啊，咋弄嘞，所有人都被我吓跑了，就只收了一个人啊。就在这时，一个妹子走了进来，妹子不太情愿地说她要加入花牌社。悠悠开心坏了，太棒了，我这神乎其技的快手终于有继承人了。妹子叫美嘉，其实她对花牌什么的都不感兴趣，之所以加入悠悠的花牌社，就只是单纯的因为关谷。她自从在迎新活动上第一次见到关谷的那一刻，就深深地被他吸引。加入画派社也只是因为想近距离的接触关谷，所以当悠悠担心他指甲太长不适合玩花牌，让他把指甲剪掉的时候，美嘉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又不是为了来玩花牌，我是来看帅哥了。这天老师让悠悠填写高考志愿，悠悠只在第一个志愿填上了一个花牌女王。老师说花牌女王不是专业也不是职业，关谷的前三个志愿都填写的去蓝翔学医，去蓝翔学法律，去蓝翔学生物科学技术，你呢？如果你真的夺了花冠当了女王，将来准备从事什么职业呢？悠悠一听一脸懵逼，他仰起头想了半天，愣是没想到自己除了花牌到底要干什么。老师说让他回去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来填写志愿。这时悠悠的闺蜜拉悠悠来到一个房间说，悠悠啊，不好了，心仪跟你表白的事除了咱们社团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跟心仪答复了吗？悠悠说，没啊，人生头一次被人表白，我想等我再见到心仪当面说的话会比较好吧。说完两个人就离开了，可这些话刚好被隔壁的美嘉听到。人们都说关谷和悠悠是贴身的一对，虽然两个人不是情侣，但明眼人一眼就知道关谷是喜欢悠悠的，于是美嘉就找到了关谷。咦，学长你知道吗？听说心仪同学跟悠悠表白了，悠悠学姐说等再见到他的时候要当面给他答复，我觉得表白的时候没有拒绝那应该就是同意了吧，他们两个可真般配呀。关谷听着听着步子就变慢了，最后停下来说，跟我有毛关系，与我无关。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测试成绩下来了，花牌社的这几个人都没有考好，关谷又来到了自习室，心烦气躁地做着试题，铅笔芯没写几下就断了。关谷心烦意乱，一方面成绩不好，爸妈逼着他退出花牌社，不想再让他耽误学习，另一方面就是美嘉跟自己说了心仪向悠悠表白的事。很快花牌全国排位选拔赛开始了，悠悠在比赛现场等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关谷的身影，同学告诉他关谷为了能考上蓝翔医学系放弃了比赛，回家好好学习去了。悠悠听后很难过，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为了挖掘机而放弃了斗地主，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为了现实而放弃了梦想。悠悠转身要走，打算放弃，一群人追了上去，拦住了悠悠。学弟说，现在不是耳目清长的时候，看看那些想要打败我们的人都在蠢蠢欲动呢。悠悠看了看那些饥渴的眼神，是啊，自己苦练多年的麒麟臂和一指禅，为的不就是打败这些人夺得武林霸主之位吗？现实很重要，但梦想也绝不放弃，待我一统江湖千秋万载之时，必将自己的英名载入史册，成为女王。最终她在牌友的鼓励下带领他们团队打败了一票龙套，成功晋级，成为了当地唯二参加全国比赛的团队。比赛结束之后，悠悠遇到了关谷，她拉着关谷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关谷却突然抱住了悠悠说，不是因为你才去玩花牌，是为了你才建立了花牌社，但是现在我坚持不下去了。说完就走了。回到花牌社，悠悠强忍的难过跟舍友强颜欢笑，可在他们走后一个人痛苦地哭了起来。每一个坚强的外表之下都有一颗需要被呵护的心，而这些年不断给自己勇气陪自己勇往直前的人不正是关谷吗？他想起和关谷一起时候的点点滴滴，每一刻都是那么的幸福美好。他或许还不懂什么叫做爱与被爱，但至少现在学会了为一个人哭泣，这就是青春。而美嘉也很自责，她只是想让关谷能多喜欢自己一点，却万万没想到会把事情弄成这样。悠悠的闺蜜却安慰美嘉说，相思美与上，欲言不由心，我自忧思甚，不须诘问人。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关谷呢，但这不是你的错，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休，这就是爱情，不是理智能决定的。这天上完晚自习的关谷在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了勇士名人老周，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多次找过老周，那时候的他想试试老周有多厉害，
自己到底啥水平，可每次都被老周杀得体无完肤。但这次他突然发现了老周的异样，老周走着忙道，不知道躲开一些障碍物，甚至还撞到了路边的单车。关谷觉得奇怪，就一直跟着老周。老周走到一个天桥停了下来，背着关谷说，我还以为你很幸福，身边那么多喜欢花牌的人，没想到这么快就放弃了，看来你是一直在找放弃花牌的理由吧。关谷不服气地说，那你呢，为了花牌付出这么多，现在眼睛都快瞎了吧，你图什么？老周淡淡地说，因为除了花牌我一无所有。说完老周就走了。这时关谷收到了新一发来的信息，我们也晋级了，准备前往东京参加全国比赛。悠悠也收到了这条信息，他想起他们三个小时候遇到困难时相互鼓励的话，我们要变得强大，在那里等待对手的到来。王婆曾说过，机会是一个没有门把手的门，你自己无法打开，当有人为你开启，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抓住。关谷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别人都在坚持，自己又怎么能放弃？于是他追上老周，开始跟老周学习。老周把自己多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经验全都传授给了关谷。悠悠也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既然关谷放弃了，那他要振作起来，带着他的团队变大变强，这也是他成长的机会。于是他们开始努力地训练起来，美嘉也自觉地把美甲给剪了，跟着所有人开始锻炼。新一也没闲着，所有人都是为了那同一个目标，全国总冠军。只不过知子总会冷不丁地问新一，我可以不可以，我有喜欢的人。而新一也总会如是地说。全国花牌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悠悠带着他的队员过五关斩六将，打败了所有对手，成功地进入了决赛。而在另一边，关谷还在跟着老周到处上课。这时老周在黑板上写下一首诗，忧思逢苦雨，人世叹徒然，春色无暇赏，奈何花已残。然后他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没有上高中就考上了烂象大学，再看看你们这群在这浪费青春的心情。我没有看不起谁啊，我只是说再多的格位都是垃圾。可老周说着说着却突然哭了起来，虽说如此，我也失去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呢，天天就知道学习，从未体会过青春是什么味儿啊，就像这首诗一样，春色无暇赏，奈何花已残，人生没有重来啊，青春应该无悔，正当年轻的我们就应该去做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的青春不留遗憾。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关谷一愣，那你在说我？总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悠悠的对手正是新一代的团队。在休息的间隙，两个团队在楼梯口相遇了。悠悠坚定地说，我一定会打败你的。新一笑着说，我相信你可以的。然后悠悠就带人离开了，一旁的栀子却死死地盯住悠悠，他凭借女人敏锐的直觉明显感到这俩人有事儿。栀子说，我不可以，我有喜欢的人了。新一条件反射式的回答让他很不爽。栀子说，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要打败他。无巧不成书，在团队比赛排位的时候，悠悠和栀子刚好被分到了一组，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然后各自用腹语友好的互骂了一顿。就在这时，本应该参赛的悠悠闺蜜却走到了观战区，所有人都不解，正想问怎么回事，就看到关谷径直走了进来，在新一的对面坐下。是的，关谷最终还是来了，悠悠很欣慰，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整个团队的氛围也一下子得到了振奋。关谷低着头跪向悠悠，悠悠一愣，犹豫片刻就开始解腰带。正当我以为悠悠要当众脱衣服的时候，悠悠却只是把肩带脱了下来给关谷系上。是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肩带，代表着团队，代表着合作，代表着不抛弃不放弃。比赛开始了，悠悠大吼一声，打死他。关谷和悠悠都懵了，你这手速是开了挂吗？可令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之后的几轮比赛，悠悠他们被人家摁在地上摩擦，战况惨不忍睹。就连观战的三连冠女王若兰都说，悠悠团队和新一团队就不是一个 level 的，输是悠悠团队注定的结局，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正如若兰女王说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轮比赛中，悠悠团队果然一轮都没有赢回。可就在这时，悠悠团队的眼镜突然说，我赢了一局。这句话犹如在一个小黑屋里放了一个巨响的臭屁，虽然不知道是谁放的，却让所有即将睡去的人找到了要冲出去的动力。
于是悠悠再次的大喊了一声：“打死他！”战友们也附和着：“他不是死了吗？那就再打死他！”悠悠撩起鬓角的头发夹在耳后，然后闭上双眼，微微低头，猛然间犹如战神附体 ，Stay beat down。在那一刻，摄像机只能用慢镜头才能捕捉到他的手速，而团队的其他人也都是灵魂附体，他们不是人，不是，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绝地反击，他们拼死战斗。赛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就连三连冠的女王若兰都不禁赞叹：“这尼玛主角光环也太强大了，导演想让谁赢，谁都拦不住啊！”故事的最后，悠悠团队成功的击败了新一团队，他们喜极而泣，激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开心的拥抱在一起。比赛结束后，关谷、悠悠和新一三个人相遇了。悠悠对新一说：“之前你对我说的话，我还没有答复呢。我想成为花牌的世界冠军，你是个好人。”新一一听就明白了：“嗯，加油。”然后又对关谷说：“没想到会输给你，鸣人赛我会报仇的。”说完就笑着离开了。电影的最后，导演还送给我们一个彩蛋，那就是在第二年，悠悠也真的击败了所有对手，成为女子个人赛全国总冠军，也就是他所说的世界第一。故事到这儿就彻底结束了。这是一部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日本电影，角色的刻画和演绎总能看到漫画的影子，但这种表演方式却让我是那么的喜欢，一点都不讨厌。可能是真的因为女主的扮演者广濑铃太好看，而那种漫画式的表演力度又恰到好处，太可爱。相比于国产青春片的狗血三要素，怀孕、打架、加辍学，这部电影可以称之为国内编剧的学习榜样。他用一个不起眼的兴趣爱好，向人们展示着什么才叫真正的青春。有懵懂无知的初恋，有不知所趋的迷茫，有积极向上的目标，有纯真美好的友谊，有努力拼搏的成长，这才是我们青春真正的样子。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想要的东西就去赢。努力过，拼搏过，坚持过，就算是输也不后悔。什么叫青春无悔？我想大概就是你哭过笑过，酸甜苦辣你都尝过，无论最后结局如何，你都能笑着回忆过去，对着一帮朋友说：“嘿，你们还记得吗？”所以请好好努力吧，用你的微笑活出无人能比的骄傲。我是娘子小小，喜欢记得关注我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嗯，这一口是为了正在奋斗的你，加油。